近日，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山路与健康路交汇处，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晕倒在地，情况十分危急。正在巡逻的武警新疆总队官兵发现情况后，迅速对老人实施紧急救护，并拨打120急救电话，将老人送至医院。官兵们了解到，老人名叫崔青，是乌鲁木齐人，年过八旬，长期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耳鸣等疾病。官兵们在次日下午来到老人家中进行了慰问，目前老人健康状况良好。